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我觉得是应该说是我和马家辉的教主。这个怎么把我拖下水他看着呢像个正经人是吧？实际上马家辉一见到他生理上就有反应。对，这是因为我猜在香港不仅是我，香港很多人看到吴明伦医生哈，心理上都生理上都有反应，心理生理都有反应，这就好了，那我的病人都全部医好了，是啊。因为我先说解释理由哈，因为说在过往我看有20年了吧，吴老师啊是香港谈性医学、性心理学的权威，经常出来嘛讲性嘛，讲滥交、讲性交等种种问题。在香港他的名字叫性博士。对，那我们看多了就把性博士吴先生啊跟性联想在一起，所以刚才开镜以前我一看到他我就觉得怪怪的，马上看一看，马上跑进厕所。很多人骂我的，说我讲的都是这个反这个道德的啊，不道德的东西啊，他们说性不应该这样拿出来讲啊，而且我提出的都是很开放的事啊，所以他们觉得我教的都是不好些东西。我在街上有些人就是啊，街上很多人就有些人见到我也骂我的。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最他的观点呢、啊、最出格的是说什么呢？你知道，就是说这个人兽交，目前的法律最高监禁7年。是啊，吴博士不满意。是啊，吴博士说，人可以杀了动物吃他们的肉，为什么不能跟他们性交？是啊，是啊。为什么你这么说？因为真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动物不喜欢呢？啊，可能对是吧？你不知道是我喜欢，那你怎么知道他喜欢呢？啊，其实我们对待动物从来也不理他喜欢不喜欢的。其他当然是他不，我们也不理他喜不喜欢。而且你现在养狗啊，养一狗在家，这狗喜欢真的是留着家吗？你带它出去，它到处走啊，赖着你的走，你它不喜欢你放它在家吗？但是你为什么养它呢？如果你说和它性交不对，那么你养这样的狗放在你的家里面也不对啊。那么您作为著名的这个精神病学的教授啊，您认为这对吗？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啊，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对，对吧？你拿出了什么理由说不对呢？没有，我觉得说也是同意，这是挺好。没有，因为那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的问题哈。一个是说道德上对不对，是另外一个讨论的问题哈。现在很多人就马上站在一个道德的层面，所谓道德的层面，就说你说的是很坏的事情。但是道德上为什么不对了？你还要告诉我？对，没错，他们没有证据哈，甚至没有推论。可是现在是说很多法律上面说不容许，那不容许有它其他的理由，比方说危险，对社会秩序会破坏，对，比方说法律会不容许乱伦，你可以说为什么不行？我们把爱做出来嘛，做爱嘛，哈，那父女之间、母子之间可以做爱啊，把爱做出来哈。是啊。可是说乱伦是说对人类它整个社群、整个社会的发展构成很大的影响，因为近亲嘛会对人的自立、这个如果讲的深入一点呢也是不对的。这个理由啊，说近亲繁殖所以来令整个人类的基数降低，这些不一定啊。你问真正的遗传学家，他们告诉你这个理论是不对的，没有证据的。认为呢，其实英国王室不就是证据吗？是啊，英国王室哈，他是哥哥妹妹的，好，但是是不是在整个人类有真的有坏的影响呢？因为好类似的靠近亲繁殖啊，如果他的不好的因子走在一起的话啊，那么生出来的孩子就是很坏的啦，健康不好啦，智慧不这个就不发达啦。他们不能够成年的嘛，很多是不能够成年，他们就不可以再繁殖下去。所以呢，他们不会影响整个人类的这个技术的，反而你近亲繁殖好的东西也炸在一起啊。好的运气也在这儿，你要强强打，来于他们，所以就发现很多近亲的生出的孩子得不漂亮，得不出名，是不是？他如果不洗了就得不出名。我看到的材料就很不一样哈，可能世界上有太多不同类型的遗传学家哈，因为太多生物学、遗传学的研究
近亲繁殖是把最好的因子压住，然后把最坏的因子引出来。不是压不住的，好的因子也压不住。你看的那些都是错误的。嗯，因为我是性学家，我看了很多。是，因为我也问过很多遗传学家。他们都说这个理论其实是假的，其实骗人的，这不是道德家来提出来宣传出来的，要这个维持他们的道德。是这样的话，很多医学报告都要被推翻了哈。对，而且咱们的这个吴博士啊，还对一系列的问题抨击了。好像他们说你对这个一夫多妻制是多加赞赏啊。我不是对一夫多妻制多加赞赏，我是认为现在的一夫一妻制是不人道的，因为你不允许人家做选择嘛。你这个成年人，他们有可以有权利选择怎么样的生活啊，包括他们的性生活，他们的选择的这个伴侣有多少。只有代价每个伴四个五个伴侣就觉得我们走着一起有性行为，可以组织个家庭，他们认为这样是最对他们是最好的。那么为什么你外面人不准呢？啊，所以你碰到的有一些这个病人，您是这个精神病学的这教授了哈，您碰到的有些病人，他们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近亲不能够相通有了是啊，搞到有的有毛病了呢？有啊，当然有啊。你说说啊，比如是很最常见的是兄妹的这个近亲，他们因为自小了已经感情好了，很好了。大的时候发现其他人都不够自己的兄妹好啊，那么他们就是有些就是有些性的关系，之后他们当然很痛苦了，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因为他们也不能够结婚啊，也不能够告诉人，他们就患了忧郁症啊等等了，是吧？但如果你解决不了，那自杀的啦，他们自杀有几回的？你看，所以你可是我就很严重、我最爱的还是我妈，所以我的忧郁症来自我妈啊。那我老师啊，在香港除了说提出各种的哈、很破格的看法以外呢，还有他实践的部分、行为的部分，很多人我们都同意，可是觉得蛮难去做的、去模仿。比方说吴老师哈、经常说我们应该跟家人一起跟你的小孩一起看色情电影。对啊，看黄色电影。你自己这样做吗？他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啊。有这样就我有啊，你我有孩子，很小的孩子，从前很小，现在他们30多岁了。我大概6、7、8岁的时候，我就和他们一起看了。啊，就是教学六七八岁的时候，六七八岁，你跟他们看那个需要一起看黄色录像，需要一起看了，有什么需要？他们特别需要，今天正常，大人正常啊。你如果有我的孩子这样好，你的孩子有我的孩子这样好，你应该很高兴。家辉博士，我估计某些人听了会觉得咱们这教主啊是一邪教教主，不是邪教，你说其他的学问。然后我们就其他时候孩子的其他时候，我们不是和他们一起做嘛？一起做功课，教他们这个英文等等，都和他一起做。为什么你这性教育方面你不可以这样做？我跟你说，亲爱的博士，就是你呀、啊，你的观点，我跟你说，在我心里的某一个地方啊，我想的跟你一样，是就好了、啊。我想的是，我也这样想，但是你知道吗？我从来不敢认为。我想的这个难道是正确的吗？我从来不认为我想的这个是正确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啊，我知道。你看导演都不让我说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原浆，与景共酒。幸福就在离海最近的地方，我的国度，我的第二人生，雅居乐海南清水湾海景公寓，独栋全球发售。东鹏瓷砖，高抗击，高耐磨，高平整，东鹏。
鹏瓷砖，五 A 标化砖，国际高标准。东鹏瓷砖，我们选择东鹏瓷砖，世界之美。富贵鸟集团恭祝全球华人新年富贵吉祥。不一样的舞台，一样的精彩。瑞奇 G 三，智者由心开创。睿智。严肃祝全国人民新年向上。为什么我说这个吴博士是我们教主呢？因为他这个江湖地位，他是香港性教育会的副主席，而且香港小啊，我知道你的另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是 WACS， 这里边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李银河博士呢哈，就是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的会长，吴会长是，哎，您小时候是不是不太顺利啊？什么不太顺利？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个好像离经叛道的想法？你的性经历？我告诉你，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性经历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为什么做性？其实我自己在我去读这个医科的嘛，读医科。医科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这个理想要做这个性的，性没有的教育普及。我只不过是我因为我觉得我学了这医科之后，我觉得我要服务这个社会，要看这个社会最有什么最缺乏的、最需要的什么。那么在精神科那个时候是很多没有精神科医生不够，那么我就做精神科了。精神科医生之后，做了精神科之后，我发现精神科里面最少人就做心理治疗的，我就去做心理治疗了。心理治疗里面呢，最少人就做性的了，然后我就做性了。我是因为这个社会需要，我看见这个社会真的很需要这个性的这个治疗啊，性的辅导，还有性的教育，却太小了。太少，而且有的东西很多都是错的。你看人们，我们错误的结果，很多人也相信怎么这个恋人是这个对这个人类的这个技术有下降，这个我知道，很多人都想的啊，乱伦啊，没有，刚说的刘老师说近亲繁殖，那假如这个是错的话，错的当然不仅是我哈，因为全世界有太多的医学博士、医生、科学家在提出这个理论、这个证据哈、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同的心理学家哈、可是我觉得吴老师在香港的重点在于说他很努力，有些人出来了哈、在不同的大学出来讲性的问题呢，就被人家攻击了嘛，哇，你教坏了年轻人，然后骂了几回以后呢，就不敢讲了啊，躲起来了。可是吴老师啊，就不管人家怎么说，这么多年哈、就这么来提倡，而且这样那么做。当然我们普通人，比方说我以前看报纸，就说吴老师跟小孩一起看A 片哈、黄色电影，我们也想学嘛、后来还是没有学。为什么没有学呢？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因为就像法国哲学家Foucault 说的、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事情啊、没有说是好还是不好、而是说都有危险哈、就是说因为一般的家庭，比方说一般的家庭看完这个啊，我也学了，我也跟小孩一起看 A 片，看黄片，可是他没有那么足够的知识训练跟准备来引导他的小孩。对，父母亲对性不一定都懂啊，他懂得咒而已啊，对不对？所以就问题，所以就说是啊，错误的教育啊，有出来错误的父母。但是你要小心，我是问为什么不可以？我也是我告诉你，我有做，我没有说要你们做啊，我没有叫你们做啊。有些家长来问我，是不是应该要他们也学我这样做？我说，你先训练好自己。对，如果你训练好自己了，我觉得你照这个程度去这样做，我赞成你做，但是你先训练好。你有没有会长的功力？是啊，就是我没有。可是因为吴老师有在香港有发言权哈、就像我说看到你，我会心理生理都有反应一样哈。就所以在讲的时候，当你很多人没看清楚嘛哈，当你说哎我有这样做啊。我没叫你做，很多人就没看到后面那部分，因为除非你站在你的权威的位置，你要不断提醒。我
有这样做，可是你们千万不要轻易模仿。我为什么我说我心里有一个地方，其实呢就是跟他完全同意，但是我不敢认为我是正确的，就是因为我说他教主嘛，因为我看你啊基本上就是什么呢，认为这个约束都有问题，约束是病态的啊，在性这个问题上，我不是说任何约束就是病态，但是有些性这边的很多约束是不需要的、不必要的。嗯，你比如说他讲这个，当然马博士也很高兴了，就是说这个一夫一妻制，你认为也是一个腐朽的，是啊，没有限这种约束不需要的，没有必要的。所以这种事实上一夫一妻就等于所有的制度都是特别的时空上面一个产物，它不是必然的嘛对，它是因为以前的相对女孩子女人的地位比较低，权力比较低，很容易假如没有这个制度就被欺负。我相反我再问你一定也赞同一妻多夫了，当然是平等的，当然一妻多夫 N妻 N 夫也国家赞成，就选择嘛，也赞成选择的权利，只有你们 N 妻 N 夫就都是同意的啊，对对对，因为你我刚说那个除了说保护女孩子在那个时间跟空间上面保护女孩子，还有就是说因为整个核心家庭嘛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那现在这些整个时空改变了，对啊，完全破产了。我记得我以前当我看到那个戴安娜王妃婚姻出现问题，特别1997年她去世的时候，我都就知道这个婚姻是一夫一妻是破产，是啊，对不对？经典呢，金童玉女，还是结果有这样血腥的下场。其实现在这个一夫一妻这是破产的，其实很明显的了。你看有多少人在一夫一妻制度之下，认为自己的婚姻很愉快的、幸福的。你看现在大部分国家文明国家结婚有一半的婚姻是离婚的最后。所以有一半的人已经不开心的了，不满意的了。另外一半呢有一些是刚刚结婚的。有一些他们有一半呢是不开心，但是因为其他原因还是不肯离婚的。没错。是啊，所以最后其实是大概应该是八成的人对婚姻是不满意的。没错。那么你看如果有任何这制度有八成人都不满意，你一个制度还来做什么，这个一定破产，已经破产的其实是不是。那么我想就是这个不知道礼不礼貌您的婚姻幸福吗？幸福的，很幸福。是吧？我是一夫一妻。一夫，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呢？因为我的一夫多妻，我很喜欢我的太太是真的我不很满意，百分之百都满意。那么我已经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爱另外一个人了。哎呦，你瞧着没有？你们多找我一个就够了。对啊，哎呦，见过面。所以我不是反对一夫一妻。那如果你真的可以享受一夫一妻，你应该一夫一妻。但是其他人你不要干涉其他人怎么样选择。这是反对一夫一妻作为一个制度啊。可是你可以选择一夫一妻嘛，一对一。可以。他作为一个固定的单一的制度我们是觉得应该反对。你说来签个名，我们加入。我跟你说，这历史上出现过的好多教主啊，都是自己一夫多妻，是啊，玩那么多女人，让底下的人当清教徒。你说咱这教主正常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吴老师，我再有一个更是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你看你现在就是一夫一妻，对，婚姻还这么样的好，好，我就难以启齿，你的这个性生活好吗？好，好的不能再好，都不做了，好的都是吗？啊，
要一个月还有一还有啊还有还有啊，那么一个月一去不回，一个月很多次。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现在六十多岁了，我太太也六十多岁了。哎，这所以我就要请教的就是这个，因为现在据我所知，很多人维持着这个婚姻，但是这个婚姻呢？很多不要说六十多岁，从三十多岁，很多情况下是从太太生了孩子之后啊，就没有了。事实上啊，就无性的婚姻了。是啊，这个怎么办？性是不是还要个新鲜刺激？我想这个是很多很多理由的，有些就是他们其实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个性交，只不过是用一些很平常的、很不对的，可能是很不对的方式去性交。那么呢，你只有这个方法去性交，这个方法其实也不大享受了。你的不满意的，哎，不需要的时候，慢慢就不做了。那您是什么房中术呢？啊，这个是你要想，这个要想很强的课，这个学的就说明了，就是很就只教两招就够了，需要学习的，需要学习的。很多人以为穿点什么性感内衣这一套，他很反对，是吗？这个是可以，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要做啊。这个技巧上很多要改正的。你问我的病人，我就知道。很多人是很错误的啦，比如说没有这个前戏啊，前戏就做得不好不理啊，或者是来来去去只不过是一个方式啊，是这个啊、哦这个体位啊，花样要多，不对的体位、有些人不这个不体位就不对，不配他们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的，他们还是用这个体位等等。问题最可悲在于说假如你错了或者说很单调，当然很惨啊。可是问题是不管你怎么好怎么快乐哈，人还是会心理疲劳嘛，你还是会腻了、这个、简单来说性快感的这个就是说你跟同一个对象这个快感程度是在逐渐降低，是有这个规律吗？很多人认为是这样，其实呢也只不过是只看一面不看另外一面。那人是可能因为厌倦这个啊，强强是一样东西，他会厌倦又玩找新的，但是人也有一个惰性，其实人呢也很喜欢旧的东西，那么旧的东西对他好，因为他适应力强，他适应的好，对吧？对。如果对方是一个好的伴侣的话，你们为什么适应力最更很好很好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要再找另外一个伴侣的，对吧？那么另外一个伴侣还是新的。你不仅你还有很多时间，可能要去另外发，再调教发和配合他，啊，又发五年、十年。那吴老师，我觉得你刚有一个字是很关键的。假如对方也是一个好的性的伴侣的，对，所以是意思是说一夫一妻作为一个制度很难玩的破产，我们同意哈。可是不表示没办法很快乐的一夫一妻，可是要很快乐的一对一呢，你要有很好的运气，你要找到你的对手。不仅是性哈、啊，各方面生活方面，你的对手对还有技术、啊，你要运气跟技术才行。啊、所以你是我们的教主，非常崇拜你。又有运气又有技术，我的太太也是我的教主，是吧？是啊、因为他配合我，他和我一样是高手才可以配合我吧？能不能？是不是？太太是哪个山里的？接着下来为各位播出《居然之家地球宣言》。下次请您太太跟您一块儿。